Hello， 大家好 ，TT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基路城，就是我们经过长途跋涉，终于到了城的门外的这个护城河的这边。今天呢，我们就从那个搭了电车之后呢，出了车站就开始拍照。拍完照之后呢，我们又去拍了大头贴。他们现在在拍大头贴，我只有一个人在这边顾行李。旁边有一个陪我的。拍完大头贴之后，我们就吃章鱼烧。吃章鱼烧呢，我们在后面那边有个市集。逛完市集之后呢，我们就终于到这个护城河的地方，现在才要正式进去。好，那我们就看看里面这个日本的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个基路城，到底有什么样好玩的东西等着我们。那我们就走吧。其实从刚刚的那个基路车站，JR线基路车站走过来，大概只要15分钟左右的时间。但是因为我们刚刚在中间停了太多的东西，所以才花了比较久到这边。今天因为是礼拜六嘛，所以其实人还蛮多的。这边真的超好拍，大家都在拍照这样。然后进来之后，这里有动物园的样子，基路市立动物园。那我们就继续走这边吧。哎、欸，好了哎、欸。对，然后帮我拍，我就交给他了。哦，好酷哦，赞。后面的人全都在拍照啊，酷哦，腼腆的笑容。我在我后方那里就是基路城，看我手指指得到耶、yeah！ 我们可是花了1小时50分钟才跑到这边的。咋哭啦？哦，他说樱花非常累，我们可以加起来啊。OK 的 ，OK 的，你自己看这上面的。然后现在打开维基百科，然后开始念基路城原次。我们现在走的地方完全不知道我们是走对的地方还是走错的地方。对吧？因为人都在这边后。他们是从这边走回来呀，我不行了，我老了。哎、欸，那里有城，快拍！我拍你的，拍你的基路城。哎、欸，他可以刷信用卡，也太屌了吧！我要刷信用卡。来，这里。OK。从刚刚下面的那个售票口之后进来，就会到第一个门这边。现在是1点吗？啊，开到几点了？4点。不是，3个小时可以逛。哦，所以还有3个小时可以逛。不是很大哎，我们逛到什么时候啊？哦，真的很赞的这个地方。往上爬的路还蛮艰辛的。对啊，是我昨天有听说，就是因为设计成这个很复杂的形状，所以如果万一有敌兵攻进来的话，蛮难到那个主城上面的。光是要攻到上面的主城，因为是一个上坡的山的感觉，所以就很艰辛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那个以前古代的类似像井的地方，不知道拍都拍不到。对。我觉得比起古代人取水，我觉得这更像古代女子会跳河的地方。可能攻进城内，然后就呀不行，我觉得宁死不屈，然后就跳进去了，不会给敌人杀死，就是这样子，死也不要死在敌军的手里。脱鞋子。走进来他会叫我们要脱鞋子，因为他毁坏在这个城里面嘛，这个天守阁里面，因为它是单方向行走，所以你要拿着你的鞋子就这样往上走。哇，那第一次来觉得很新奇，超帅，越来越多人走上来了。哇塞，看一下户外有什么东西。风景是还蛮不错的，这个楼梯上去也是很陡的感觉。到了2楼来，感觉每一层楼差不多。这以前应该有是有什么东西在这边吧？怎么可能什么都这么空，什么都没有？3楼，这里比较小一点，但是。
现在到了第四层，那其实就是蛮这个东西是蛮陡的，所以其实我看到蛮多老人家就是爬得有点辛苦，而且是因为穿袜子，所以走路的时候其实会有点滑，那可能就要小心在这个木板地走的时候不要滑倒这样子。我可以这样踩这个木板地，我是觉得蛮舒服的，就是跟以前的人一样的踩的感觉。这个超矮，我刚直接撞上去，超痛。然后现在是五楼，发现越来越高，那个风就超凉，超舒服。他们都会有像这种注释，一些注解这样子。像这个就超矮，包包直接要被卡住。下面那个什么，哇，最上层人超级多，这里好像有一个那种小小的神庙可以参拜的感觉，参拜，投钱进去，然后点一下头，拍两下，再拍一下，啊，好短哦，好短，我要去干嘛？啊，没有，风景你有看了吗？忍者的，这是为什么我这么小一个啊？啊，是躲在里面哦。嗯，这个感觉很明显哎。它那里面有两层楼。两层楼，你说上？好像是吧。然后成人在里面没有办法动。楼梯真的超陡，根本就是这多少度？40度、50度，搞不好都有。对啊，然后我刚刚就在想，这个这么斜的话，因为听说这个天守阁也是装武器用的。啊，那个那么陡，武器怎么运下去？这是一个很大的谜团。这个应该是放刀子的吧，因为它有一个这个坎，感觉是架了一堆刀子在这边，超帅。逛完后面最大的千手阁之后，我们现在要往下一个地方，但是我们两个被放生了，所以。他们好像在下面等我们。这后面这个超美的，是一个超大的广场，然后中间一个超大的树。为什么放生我们？我没有放生你们。我要强烈的谴责我们被讲放生行为。哎，我们等一下要在那边一起拍照，要吗？对啊，我只要三一起跳。好，这就是欧米亚 K 店，欢迎来到基路城。现在进去了，我们来突击一下现在的人都在买什么。来，我们现在访问第一位女孩子，请问你们都在买什么呢？我们还在挑选。你这样子，谢谢你精辟的回答，他们还在挑选。我们接着继续来采访第二位小姐。小姐你好。你好，请问你要买什么呢？我在挑选。谢谢她精辟的回答。离开基路城之后，我们来到了旁边的好古亭。好古园。好古园。对对对，好古园。我原本想到这里可能没什么，就是一个森林之类的或是花园，没想到超级漂亮，就是有点像说以前的城的人无聊就来花园散散步之类的那种感觉。反正如果有来基督城的话，一定要来这个园看一下，只要加50块就可以进来这个好古园了，是吗？人家三一零，对，然后还有这个超级漂亮的湖，里面有超级清澈的水跟超级多的鲤鱼，总之就是一个超级适合拍照的地方。如果是冬天的话，应该会有不同的风景的感觉，秋天会有枫叶，然后这边超像迷宫。好像迷宫，这是我们的西林小径了，来吧，来跳跳石，一、雷、咪、啊、嗦、啦、啊、西、哆、雷。谢谢大家，我过了。好孩子，请勿模仿哦。好了，那以上就是我们在基路城逛了一天的行程，还有好古园。对，
还好鬼人。另外呢，苍苍帮我在好鬼人做了一集番外篇的故事，然后连接在这边，对，会在放在上面，或者是下面有连接会，放给大家看。还有资讯栏，对，还有资讯，记得去订阅他的频道，算他没有频道。好了，那今天我觉得这个基督城还是真的蛮好逛的，可以逛个一个整个下午。我们大概逛了三个小时，对不对？对，对，所以那个更久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准备回去三宫那边，然后去吃我们好吃的和牛，神户和牛。好了，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话，记得下面一个地方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真的超好玩的，推荐大家一定要来看一下。谢谢摄影小天使。谢谢摄影师。不行，摄影师。不要。摄影师拜拜。摄影师来拍一下。摄影师身心俱疲。身心俱疲。谢谢摄影师的精辟解说，拜拜。